全球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是2018年9月19号，我今天呢发现一个奥秘，真的感觉到很兴奋。兴奋的是，我们中国把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打造的这么完美，这么高科技，我今天才发现这个秘密，所以呢，我就拍一个小视频。分享给全球的所有家人们啊，这个大家看好，我现在拿的是一张100的人民币，是吧？这是真版的啊，如果是假版呢，待会儿你就会显示出来，是真版的呢，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变化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就用另外一个手机，是我的一个 QQ 里面一个什么呢？打开 QQ 里面有一个什么？不是有一个扫一扫吗？是不是？把扫一扫打开。好，看好，待一会儿我让你们发现一个神奇的奇迹啊！我现在呢用扫一扫，扫哪里？就扫这个100元这个位置，看清楚啊！我开始扫了。看清楚们，家人们啊！看清楚，家人们，这是真版的啊！因为这是一个奥秘，用这个 QQ 扫一扫，都会出现一个凤凰，最后又出来这个小画面，这个小画面跟着就在演绎在钞票上的真伪。防伪标记，每一张人民币的上面有多少个防伪标记，它都会给你演示出来。这就是中国的高科技奥秘，我们用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我才发现这太神奇了。